我是说有吊带这种口袋很像哆啦 A 梦，可是这是他的裤子。你为什么穿他的裤子？因为我的衣服臭了，都是因为你把那个臭味弄到我衣服上了。你竟然穿他的裤子。衣服也是他的，然后我是他家换的。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。